他是一个商人，却万校讲学，弘扬中华经典文化。他是一位亿万富翁，却安贫乐道，在生活上像一个清教徒。他是一介布衣，却忧国忧民，以扶贫济困为己任。王洪祺，很多人都喜欢把他叫王传奇。如果要印一张名片的话，就算挤得满满的，也很难把他的头衔全都写进去。什么吉林省十大感动人物、长春市特等劳动模范、名誉教授、名誉校长、公司老总、幼儿园园长、慈善家、教育家等等。可是这个人从来没有过名片，对于他的了解和定义，您需要真正去走进他。1964年11月，王洪祺出生在吉林省德惠县天台乡船厂村黄家屯一个普通农民家庭。父母虽然没有什么文化，但却知道节衣素食也要送四个孩子上学。1978年，王洪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德惠县唯一的重点中学德惠三中。原本是很光彩的事，却让一家人犯了难，因为家里没有钱供他上学。他回家务农一年后，又攒钱上了高中。在上学期间，由于县城离家20多里，他就在饲养场的马棚里，他一边干活一边学习。我成天立下了一个誓言，就是老天如果还能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的话，当我学有所成的时候，我一定倾其所有让更多的失学的孩子有学上。1991年，王洪祺非常有幸看到四部经典《老子传》《孔子传》《庄子传》和《孟子传》。他看着这些经典如饥似渴，觉得这些经典太好了。从此他找到了精神的家园和人生的方向，踏上了觉悟人生的金光大道。王洪祺现任长春玉坤扶贫大市场董事长，另外还经营着一家国学幼儿园和一所国学学校。在长春市的企业家行业中，他很有知名度。不仅是他生意做得好，更重要的是他做事与众不同，喜欢特立独行。比如他推崇国学，崇尚经典文化，他赚钱不是为了花钱，而是为了捐钱，这一切似乎都与他的商人身份大相径庭。在你没有钱的时候，你可以海誓山盟，就包括你可能也在讲，是吧？我要有一天像你王洪祺说有多少钱，我就会怎么怎么样，我可能比你做的还要好。但其实，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他有多么难。了解王洪祺的人都说，这个人不成功就很少有人能成功了。他当过农民，当过兵，企事业单位都干过。他勤奋、细心、踏实、诚信，富有爱心，并且拥有堂堂的外貌和出众的口才。
1993年，他刚刚28岁，却已经是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最年轻的处长。就在他仕途一片光明之时，王洪奇却依然下海搞起了装修工程，不到一年便赚得人生第一桶金。下海第二年，王洪奇以自己独到的商业眼光，在长春市长兴街附近买了一块21000平米的地皮，要搞开发。可是就在人们以为他要叱咤商海、大有作为之时，王洪奇却做出更加让人刮目相看的事。这块地，王洪奇既没有开发，也没有出售，而是盖起了扶贫大市场。这样既能解决下岗职工就业问题，又可以造福当地普通老百姓。王洪奇每年要赔100多万，很多人都说赔本叫吆喝，王洪奇一定是疯了。为什么浮躁？怎么浮躁？这是人没有理想，没有信念，没有追求，不知道为什么做和怎样去做。有啊，怎么说没有呢？那我们都然，我们是在为利益在做。您不是吗？我不是。1995年春节，一件事情的发生让王洪奇从此踏上了慈善之路。辽源煤矿发生矿难，当地矿工及环卫工人几个月发不出工资，王洪奇迅速组织车辆，将13吨大米送到矿工家。1995年至1997年，连续3年春节，他共为辽源煤矿困难矿工家庭和开不出工资的环卫工人送去了33吨大米，现金20多万元。后来他又办了免费书法美术学校，为家乡修建希望小学、建文明村等等。到目前为止，他为社会捐款累计2400多万元，一共资助大学生500余人。别人信也好，别人说我傻也好，这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什么？到最后，说我傻的人他才知道啊，他才是最傻的。为什么？他虚度了一生。我们这一生太丰厚了。2009年七月，一座崭新的45000平米的玉坤扶贫大市场建成。同时也兑现了王洪奇3年前的承诺，给孩子们一个全新的学校，一个温暖的家。这一切的一切都来自王洪奇本人对理想的支撑和对信念的坚持。只有和孩子们在一起，王洪奇显得那样满足。他们除了咱们正常的学校学的英语之外，他们现在严格的他们界定，我让他们必须要背国外的名著。现在他们正在背，用英语在背莎士比亚作品。说像我们这些孩子，我在高中毕业之前一定要打造成能用英语去讲国学的人。王洪奇的讲课生动幽默，引经据典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孩子们和社会大众讲述着觉悟人生之道，孝敬、诚信、仁义、博爱等等。从1994年到目前为止，王洪奇已免费为社会各界讲课800余场，仅2011年就讲课100多场，他批阅过的心得就达4500多万字。他的身份并不是一名教师，而是一个商人。
日报2012年3月4日报道，雷锋精神演讲迎来百次掌声。2日上午，湖北剧院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、切身践行雷锋精神公益论坛首场报告会再次举行，1400多个座位座无虚席。首场演讲的是感动吉林十大人物之一的王红旗。王红旗是著名民营企业家、慈善家、教育家，多年致力于国学教育和慈善事业，被称为儒商、义商。他从传统文化铸就灵魂的角度解读传统文化、传统道德与雷锋精神的传承关系，从佛教的觉悟、圣经的感恩博爱、古兰经的至善至德、道教的无我无为，到儒家的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，再到党章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和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。王红旗将中外诸家道德学说的核心理念感性地进行归并分析，得出大爱无疆的道德传承共性。近4个小时演讲，最长不超过2分钟就会有掌声响起。现场采访20多名听众，他们众口一词，讲得太好了，我们享受了一份精神盛宴。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，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。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。历史承认那些通过劳动而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的人，经验赞美那些给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，才是最幸福的人。我是一位农民的儿子，深深地热爱我的祖国和勤劳善良的人，把创业的艰辛永远地留给自己，把成功的喜悦永远地奉献给黎民百姓，自己永远在艰辛中饱尝人生的快乐，全心全意地为觉悟人生的事业奉献终生，以此来回报祖宗的传承之恩、父母的生育之恩、老师的培育之恩、友人的鞭策之恩、圣贤的开化之恩、祖国的养育之恩和天地万物的承载之恩，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。这是我一生的追求。谢谢各位亲人，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其实是很简单，就是这一撇和一捺。那么这一撇一捺就我们人生而言，它代表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来的时候都是躺着来的，随着我们长大，受到父母亲、老师、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，把我们这一撇一捺形成了。那这个撇就是我们的身体，就是我们所学到的知识。这个捺是什么呢？什么时候这个撇这个人容易倒下来呢？一定是捺出现问题了，他才倒下来。
那么现实生活当中，什么样的人容易犯错误呢？毁掉了自己的人生呢？一定是缺了德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那叫啥？叫道德。这回我们就明白了，老师要想塑造一个人，他就必须具备什么三个要素。第一个要素传道，第二个要素授业，第三个要素保持良好的环境。这就是谁遇到困难去帮他解读好心灵的一些疑惑。所以老师是神圣的，是神圣的。那就我们的人怎么样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呢？他必须具足高尚的道德和丰富的知识，用他高尚的道德指导他所学到的知识，为国家、为党、为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时候，他才是一个完整的顶天立地的中华儿女。是吧？那么人生活在这个世界，应该多一些爱心，是吧？多一些道德，少一些争斗，是吧？所以咱们的老祖宗在说啥？凡是人皆许爱，天同父，地同载。论语里讲啥？四海之内皆兄弟。其实在说啥？其实在说我们都应该去热爱所有的人，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亲人，是吧？而现实生活当中呢，就像咱们开论坛唱一首歌吧，婆婆也是妈，一辈子辛苦了，哎呀，唱得痛哭流涕的，回家一看，婆婆还是婆婆，妈还是妈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为啥呀？因为心里边那颗分别心，那个坎儿还没有踏过去。我当年也存在这个问题，我是如何来解读我们是一家人的呢？看看，亲人，既然说亲人一定要有血脉关系，那么我的血脉是哪里来的呢？我姓王，我的血脉来自于父母，父母是我的亲人，父母的血脉呢来自于他的父母啊，他父母的血脉呢来自于他的父母，一直到开天辟地的盘古、女娲、神农氏、伏羲氏、炎帝、黄帝、尧、舜、禹、汤，特别是给我们留下来经典文化的《道德经》的老子，《论语》的孔子，《圣经》的耶稣，《古兰经》的穆罕默德，《佛经》的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。我们看一看，是吧？我们看看，我姓王，父亲姓王，
母亲姓姜，姜子牙的姜，是吧？爷爷姓王，奶奶姓阮，姥爷姓姜，姥姥姓于，查三辈儿，看看我体内流淌了几个家族的血脉呢？流淌几个家族，几个家族就是我的亲人，王氏家族、姜氏家族、于氏家族、阮氏家族，查了三辈儿，就有四个家族的血脉在我体内流淌。那么这四个家族就是我的亲人。好了，再往上查呢，查到第 N 辈儿，一直查到盘古他老人家这儿呢，我的体内流淌了多少个家族的血脉呢？汇聚多少个家族？多少个家族就是我的亲人？你的体内汇聚了多少个家族的血脉呢？我们体内汇聚的家族的血脉，我们的老祖宗不都给咱起完名了吗？叫啥呀？中华民族嘛。中华民族原来是一家人呐。人类世界一家亲呐。我们天天吃着万物，万物用他们的生命换取着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生命的延续来自于万物生命的牺牲，这些万物供给我们，他们和我们是一体，我们应不应该热爱万物呢？你要能热爱到这种程度，恭喜你，您就是具足着大悲之人，是吧？这多重要啊，是吧？他们是谁？他们是我们尊称的圣人、贤人、老祖宗，还有善人，还有给圣贤善人做戒师的恶人。我们看，我们的血脉里流淌着所有的圣人、贤人、善人、恶人的血脉，他们的信息，他们的文件都在我们的体内存储着呢。看看，我今天的技术可以解读这个问题，这要在头30年还不行。现在这电脑不有硬盘吗？硬盘里储藏100个文件，你想调哪个出来哪个就出来，这个出来了那个就不出来了。我们的身心世界何尝不是储藏圣人、贤人、善人、恶人信息文件的硬盘呢？你想调哪个出来哪个就出来，你想学道德经老子出来了，老子储藏在我们体内的信息开发了。为什么有的人能把道德经背下来一个字不差呢？就是把老子的文件打开了而已。是不是？我们学《论语》，不就是要把孔老夫子储藏在我们体内的信息开发出来吗？我们把《论语》做真了，现代版的孔子不就诞生了吗？
我们去念阿弥陀佛，不就是要把阿弥陀佛储藏在我们体内的信息给它调出来吗？都是一样的。哪有迷信色彩呀？不懂才把它当成迷信，是不是？我们看一看，这就叫学谁有谁，做谁你就是谁。是不是？我们想一想，我们学习圣贤，就是要把圣贤的基因在我们体内得到开发，让我们的生命放射出道德的光芒。我们亮了，父母亮了，父母亮了，谁亮了？他父母亮了，他父母亮了，谁亮了？天下的父母亮了，这不叫光宗耀祖吗？看看，如果我们不学圣贤文化呢，我们会什么样？小平同志说过一句话吧，十年的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是忽视了教育。其实在教育这个系列里，最大的失误是忽视了圣贤文化的教育。是吧？我们党中央英明啊，十七届六中全会，十八大，两会，胡主席、习主席多次的倡导回归圣贤文化，弘扬传统文化。你看看，党中央太英明了。是不是啊？我们今天能在北京参加如此规模的论坛，这是中国人的骄傲，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，这是中国人类祖宗的骄傲。是不是？我们可以高高兴兴地说，传统文化的春天在北京终于来了，是吧？看看今天咱们要解读一下子孟子他老人家讲，人之初性本善，这个性指的是我们血脉当中的圣贤，这圣人贤人人的他的血脉组成的能量，这就是我们的天性，这是纯善的。哎，荀子他老人家讲人之初性本恶，他指的是我们血脉当中流淌的恶人的血脉的聚集，这个是我们的秉性。还有一个性，那就是告诉他老人家讲的人之初性本善恶，这个性指的是习性。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解读人性当中的三性是如何产生的，如何发展的，给我们自己的修为走上一条宽阔的明亮的道路。看，天性纯善，纯善的表现形式为爱自己的父母，爱自己的父母，爱自己的兄弟，爱自己的家人，爱自己的老师，爱自己的同学，
这是生命当中的第一阶段。哎，第二阶段呢，把这颗爱去延伸，延伸到爱亲友的父母，就是自己的公公婆婆、岳父岳母、亲友的亲人，还有爱人，生了孩子，这是人生的第二阶段，爱延伸的第二阶段。第三阶段，把爱再去延伸，延伸到天下的父母、天下的兄弟姐妹、天下的孩子、国家、百姓，这是人生的第三阶段，爱延伸的第三阶段。第四个阶段，就是把爱延伸到天地万物，爱我们伟大的祖国、伟大的党、伟大的人民，爱我们的大好的河山、一草一木，达到这种境界，爱一切众生。啊，人把自己爱延伸的爱产生的时候，就有了能量出来。爱自己的父母，笑出来了；爱自己的兄弟姐妹，爱自己的兄弟姐妹，替出来了，是吧？爱自己的家人，自己的家人做得好，鼓励他做得更好，随喜的心出来了。自己的家人有了困难，我们会竭尽全力的去帮助他，舍的心出来了。爱老师，理出来了；爱同学，仁出来了。这叫啥？把爱心爱不同的对象，产生着不同的能量。这个能量叫啥？这个能量就叫福报。对吧？可今天有一个思维我们必须纠正。纠正什么？我们一般的日常的烦恼来源于什么？来源于我们为家里人、为老师、为同志、为朋友做的时候，我们总希望对方能给我们什么回报。他要不给回报了，不说点好的，不回报我们，我们就生烦恼。其实你错了，您未来的幸福、您的福报源自于他们的存在，你才有了奉献爱的舞台。是不是？当我们能够把这颗爱心延伸到亲友的父母、亲人、爱人、孩子身上的时候，我们的能量又出来了，那就是爱亲友的父母，忠孝出来了；爱自己的亲人、兄弟姐妹，忠悌出来了，忠舍出来了；爱自己的爱人，保持道德的底线，支持的能量出来了。啊，自己的孩子，爱自己的孩子，自己的孩子做得好，我们鼓励他做得更好。您这个时候产生的能量叫慈。自己的孩子有了问题，我们一定要知道是我们存在问题，孩子才有问题。我们要充满悲心，改正自己，用最大的限度去原谅孩子，
把这个原谅的这颗心叫啥心？就叫悲心。哎，当我们能把这种爱奉献给天下父母的时候，这就叫大孝。奉献给天下的兄弟的时候，兄弟姐妹的时候，大悌。奉献给天下孩子的时候，天下的孩子做得好，我们鼓励他做得更好，大慈出来了。天下的孩子有了问题，我们要像原谅宽恕自己孩子那样去原谅宽容他，大悲出来了，是不是？爱我们的国家，大宗出来了；爱百姓，大廉出来了。看看，如果我们能够把这颗心爱天地万物裂开了，这就叫至孝至悌啊，至喜至舍至慈至悲，这个能量出来了。我们看一看，那么我们儒家和道家，我们的传统文化如何来称呼这些境界的人呢？把爱自己父母这个境界的人叫好人，把爱亲友父母这个境界的人叫善人，把爱天下父母这个境界的人叫贤人，把爱天地万物的人尊称为圣人。今天时间关系，我就不讲另几个教对他们的这个称呼了，我们可以去对照一下，一对照就出来了。看看我们学传统文化有什么好处呢？对我们父母有什么好处？对我们的孩子有啥好处？现在人很现实啊，我干这件事王洪奇，他得对我父母有好处我干，对我孩子有好处我干，对他们没有好处我不干。看这回我们看一看，那么我对天下父母好，对我孩子和对我父母有啥好处啊？我爱天地万物，天地万物和我有啥关系啊？我凭啥去爱他呀？跟我孩子又有啥关系啊？今天咱们都能联系到一起去，看，爱亲友父母的人是善人，爱天下父母的人是有德行的人，是贤人，爱天地万物的人是充满智慧的人。这回我们看看，是吧？我们爱自己的父母，我们是好人，我们的父母是谁了？好人的父母受人尊重啊。我们的孩子是谁了？好人的孩子，好人的孩子受人爱护啊。谁不想让自己的父母尊让人尊重呢？孩子得到人家的爱护保护呢？那你就去做一个孝敬自己父母的人吧。我们是爱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的人，我们是个善人，我们的父母呢老善人，孩子呢小善人。善人啥呀？聪明啊，
不想让自己孩子聪明吗？啊，不想让老人也聪明吗？那你就做一个善良的人吧。您是爱天下父母的贤人，具足着道德。您的父母是谁了？具足道德的老贤人。孩子呢？具足道德的小贤人。您是爱天下父母的圣人，充满智慧，爱天地万物的。那么您的父母是谁呀？老圣人，充满智慧。孩子呢？是小圣人。看看，要想让父母好，要想让孩子好，赶紧把爱延伸吧。是不是？这太重要了，这不就是成圣成贤的菩提之道吗？是吧？那人为啥成不了呢？就是因为人还有秉性。这个秉性是啥呀？这秉性是存恶的。存恶的秉性是啥呀？贪呢、啊、贪饶，贪饶财色名食睡，贪这五样。哎，秉性里的贪这五样。贪财，一看着钱啥都忘了。看一看，我们都是亲人，看看应不应该贪。把这黑板擦了。我们看一看，今天花个钱啊，贪财，看看贪财能啥样。过去老祖宗的钱中间还留个眼儿，是吧？让你认钱的时候还能透过那个眼儿看看对方是谁，手下留情。是吧？现在啥情况？没眼儿了，不论跟谁都拿来钱来说话吧。哎呀，你说可咋整？是不是啊？就这一张纸，看看，你天天要是有一个思念，无论你跟谁相处，你就有一个思念，看，就把自己的智慧的双眼就给遮住了。人就这么虎啊，你说咋整？是不是？我们跟谁都能是真诚的呢？那就是把它放下了呗。放下的那一瞬间，智慧的双眼不就出来了吗？是不是？你看，你说咱们今天这是公益论坛，一分钱不要，还供咱们饭吃。我这也是自己拿路费，我也啥也不要，我在全国各地讲课，包括星级宾馆我都不住，是不是？这回知道我为啥不要钱了吧？原来咱都是一家人呐，要啥钱呢？是吧？哎呀妈呀，你想想，是不是啊？就像今天，这来讲课了，如果要钱啥感觉？
那就是戴着金钱的眼镜讲课呗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不是人，我看你不是人，不是人在这讲，不是人在那听，天下不是人的事儿不全这么干出来的吗？是不是？看看这人民币上有道啊，看天天认钱的人不就是天天往钱眼里钻的人吗？啥呀？能回家的一击囚犯。看好玩不？多有一些，有一少部分当官的，还有一部分有钱的商人，还有一部分医生，还有一部分老师，还有一部分公务人员。不明白这个道理啊，干啥？使劲用自己的权势搂钱给自己儿孙呢，搂吧，有一天他走了，上哪儿报道去？上严爷爷那报道。是不是？哎，他搂了这个钱给谁了？给儿子了。孙子还是个梯队，在这等着呢。老囚徒走了，小囚徒又诞生了，孙子辈的囚徒在这接班呢。是不是？你为啥能做官？你为啥能有钱当医生、当老师、当公务员？不是你家祖宗的德厚，是不是？厚德，你才载的物嘛！你本来应该是祖宗的光荣。如果我们全心全意为祖国、为党、为人民服务，我们就是祖宗的光荣。如果我们用我们的权势去干这个，上严爷爷那去的事儿，你不是祖宗的耻辱吗？看看，所以我们的经典文化里咋教导我们呢？叫修身慎行，孔儒先也，这不是孝经里的话吗？我们现在就像这些官员，如果是这样的，他要能学这个他就明白了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祖宗的德行的护佑，我们才有的，是不是？都是祖国和人民党给的，我们一定要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因为恐怕侮辱了祖宗的德行。是不是？你看看过去这个钱叫啥？这个钱叫货币。现在的钱呢叫人民币。看看历史上不管谁搂国家的了，最后的结果不就是货币吗？货币吗？货币吗？看看谁搂党和人民的钱，最终不是人民币吗？哎呀，
好玩了啊！看看吧，谁从这里走不出来？谁都是。哎呀，缺心眼啊！是不是？哎呀，该给祖宗争光添彩。我们越有权力，越有钱，越有手艺，越有服务的平台，那是啥呀？所有的人民来求助于我们的时候，不是在给咱为祖宗争光搭建平台吗？是不是啊？这是财。色呢？财色名食睡呀。色呢？看看改革开放到今天，有多少？有一部分官员，很少一部分，有一部分有钱的，有点势力的，一有了，身边就来了一个甜蜜蜜，是吧？他真的爱你吗？他不是爱你兜里那俩钱儿和你手中的权力，他能换来的钱吗？啊，你要一见着他了，你就一下子找不着北了，可算找着真正的爱情了。荒废了权力，荒废了事业，败坏了祖德，你不是瓜地里那个最大的瓜吗？大傻瓜吗？是不是？还有一个啥？财色说完了，说食。食是指啥？大吃大喝呀，浪费呀，是吧？浪费呀。记住了，我们任何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，你的福报就像杯子里的水，这是定数。你要做好事，就等于忘进家水。如果您不做好事，您做坏事，您去浪费，您用你的权利去浪费，你浪费一次，老天就在你的杯子底下给你钻个眼儿，往下流一次，钻一次，流一次，浪费一次，流一次，看看，当你的水流尽了，业报就现前了。有很多人有病了，有很多人被双规了，有不少人出事了，咋的了？大吃大喝，给自己福报造完了，活该。哎呀，你能说活该吗？这不是存恨心吗？不能说活该，咋的？应该过去做错的，把它补上，忏悔自己，把它补上。忏悔的过程就是补漏呢。干啥？多去做觉悟人生的事业，多去积善功德，福报就起来了。多去支持传统文化，那就好了。是吧？好了，财色名食睡一摊，就生出来了谁做得好，对别人生出嗔恨心，是吧？谁阻碍自己得到利益，就对谁有意见，这叫愚痴。还有生活当中懒惰、懈怠、傲慢，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就比如说今天这论坛能搞起来，有些人就说了，那是骗子，你们别信。我还接到这样的短信呢，我不信，因为我知道我们伟大的祖国还是好人多。
叫啥呀？怀疑别人的心呐、啊，觉得自己要干这个事儿咋回事儿，咋想的，就去套用，用自己的思维去套用别人去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造了无量无边的罪业。贪嗔痴慢疑的心一生，马上来了，咋的了？谁阻碍他，他就生出来了恨、怨、恼、怒、烦、妥了，由贪开始得心病，得精神病，是吧？到恨、怨、恼、怒、烦出来，由得心病到得身病，到得了严重的精神病。什么原因？看一看，看一看，咋得的？恨别人的人伤自己啥呀？伤心吗？凡是得心脏病的活该，你是恨别人恨的。怨别人的人呢，伤脾，伤自己的脾。恼别人的人呢，伤自己的肺。跟别人发怒呢，伤自己的肝。烦别人呢，伤自己的肾。心肝肺脾肾的病就是这样出来的。紧接着上哪去了？上医院了，是吧？医院能治疗这个病吗？治不了，因为医院治的是身病，但是他的病根是心病，治不了。治不了咋的也得治，钱花没了，抬出去了。是不是？这不就叫死都不知是咋死的吗？为啥这叫得精神病呢？我们来的时候两手空空，走的时候都这样走，啥都带不来，啥也带不走，说明啥都不是你的，啥都不是你的，你还去贪，你不是精神病是啥呀？有多少人发怒呢？别人劝他，哎呀，消气消气，不行，还惹我了。好了，明明知道发怒伤自己的肝，要上医院，最终要被抬出去，他还在那发脾气，你不是严重的精神病是什么呢？是不是？今天我们一定要清楚，我们人生三件事要做好，是吧？哪三件事？就是修正习性，止恶扬善，化去秉性。记住啊、哦，这俩字儿，转化恨怨恼怒烦，成就天性，做到孝悌喜舍，做到大孝大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成就辉煌的人生。是吧？哎，这回我们再看看，我在南方讲课，有一个女的给我提个问题，说王老师啊，你说给黑板擦了它吧，王老师啊，你说我这学了没学传统文化之前，我骂我婆婆，有的时候个别时候还打我婆婆，不知道错了，一看着她就烦人，心就直翻正，学了传统文化学俩月了，表面上能做到对他好了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但是心里这个劲儿还过不来，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。我说你想问我啥？他说想解决两个问题，想解决两个问题。
你看我这个人儿，就我这样，咋能嫁到他家去呢？啊！我说第二个啥？说第二个，你说我怎么能找到我婆婆的好处，我去爱她呢？我说你要想解决这两个问题，很简单，我跟你说，我无论说你啥，第一，你都不能发火。他说行。第二，我问你啥，你回答啥。他说王老师，没问题。我说那好，你说你公公婆婆不好，请问东西要不好咋的了？他说就坏了呗。我说坏了的东西有啥味儿啊？他说腥臭的味儿呗。我说腥臭的味儿一出来，啥东西自然的往这飞呀？啊，王老师太简单了，苍蝇呗。我说好，第一个答案出来了，你为啥飞到他家去了？你现在觉得我学了传统文化，我找不着婆婆的好处，我说我今天帮你找，我说画个图你就明白了，这是一堆大粪，是吧？这大粪堆里有你公公，有你婆婆，有你爱人，有你孩子，你是这个大粪堆飞来的苍蝇级别的媳妇儿，是吧？哎，你们家原来开发的全是人的秉性，争贪搅扰，恨怨恼怒烦俱足。你现在学了俩月了，是不是啊？不开发秉性了，开发天性了，那就好比在这个圣贤的种子凝聚出来了，长出一朵花来。哎，长出一朵花来，您说我学了，命运还没有改变，那就是好事还没来，蜜蜂没飞来。为啥蜜蜂没飞来？因为没有香味儿。为啥没香味儿？因为花没开。那好了，您这朵花就是处于打咕嘟阶段。哎，请问您这个打咕嘟的花在石头上能长吗？他说不能。在沙子上能长吗？不能。我说在哪里长？他说只能在大粪里。我说为啥？因为要吸收大粪的营养。我说好。是吧？大粪里有谁？有你公公，有你婆婆。你的公公婆婆天天酿造着大粪，废掉了自己，成就着你，给你提供营养，这不是你要爱你婆婆的理由吗？我说你要做真了，做好了，蜜蜂飞来了。我说你知道这蜜蜂是谁吗？他说不知道啊。大粪堆里你的孩子。他说王老师，这个咋解释呢？我说你看，当父母的具足着天性、秉性、习性，又要把这个传给谁？把这个血脉传给自己的孩子，那么你的孩子也具足天性、秉性和习性，在你这传来的。你开发秉性，孩子就开发秉性，您开发了天性，就极化了自己的孩子。孩子被极化了，孩子的天性跟谁是互通的？和他父亲，又把他父亲给极化了。他的父亲呢，又把他的父亲、他的母亲又给极化了。看看，那么整个的变化就是你变了，你孩子变了，你孩子变了，他爹变了，他爹的爹爹的妈也变了。看看，那就是整个的，你原来是这个家族娶来的苍蝇级别的媳妇儿，是撅嘴神、丧门神，现在变成了喜神、财神和贵神，您就变了整个大家族的大粪的臭味、鲜花的香，您就是这个家族的救星吗？
看看，好玩不？是吧？说我这讲课呀，干啥呢？就是领咱玩儿，是吧？就是领咱玩儿。你听我讲课，你不会困的，只要是困的，都容易被抬走。咱们为啥被抬走，就是因为生恨怨恼怒烦。今天咱们先别研究成圣成贤的事儿，咱现在得保底儿，咋能不被抬出去，是不是？一般的情况下啥情况？他恨你，怨你，恼你，怒你，烦你，导致啥？您恨他，怨他，恼他，怒他，是吧？烦他。这回看看吧，哎，他恨你，你恨他；他怨你，你怨他。你得了心肝肺脾肾的病，啊，他得了心肝肺脾肾的病，他恨你吗？你也得了，他上医院了，你也上医院了，他被抬出去了，你也随即被抬出去了。这回知道了吧？为啥在医院太平间？你看吧。前仆后继不就是这么来的吗？所以咱们今天一个最主要的任务，今天这课啥都不解决，解决一个问题，咋能不被抬出去，是不是？他恨怨恼怒烦你，你恨怨恼怒烦他，请问看看，看看自然法则，大粪招啥？招苍蝇，鲜花招啥？招蜜蜂，这叫你是啥就招啥，招啥因为你是啥。那么我们身边来表演的这些跟我们生恨怨恼怒烦的人，难道不是咱们招来的吗？啊，看看咋招来的。他恨你，你恨他，他怨你，你怨他，形成了啥？这叫冤冤相报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啊，今世报不完，来世接着报，这不就形成了六道轮回吗？是不是？看看，轮回形成了，轮回就是这样形成的。看看，今世报不完，来世接着报。那么，今世来的呢，是不是前世没报完的？这下知道了吧？时时刻刻在我们身边表演的这些人，这都叫多生多世多劫，我们种的因今世来结的果啊。看看，
可怕呀，咋办？既然明白这个了，他恨有脑都烦你，你不恨他？不恨他？不怨他？不恼他？不怒他？是吧？这就叫认了，认账了。认账了，就不会被抬出去了，是不是？看看，所以严爷爷那收谁？收不认账的人。哎呀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还能做到啥呀？你还能做到咋的？哎，不管你咋表演，我招来的我认，同时我要找你的好处，找好处干啥？生出一颗感恩之心。哎，这个时候就叫啥？以德报怨。看看，以德报怨，这回看看吧。哎，今天画个图，这是一个核桃，三层啊，头一层是皮，第二层是壳，第三层是仁儿，仁儿就是我们的智慧之性，是吧？壳就是我们的秉性，皮就是我们的习性。老天为了要成就我们，咋办？给我们身边派来了很多天使，父母、兄弟姐妹、公公婆婆，是吧？还有谁呀？岳父岳母，还有谁呀？还有爱人、孩子，啊，还有谁？身边的朋友，周围的同志，还有谁？还有我们的领导，是吧？他们何尝不是一个核桃呢？啊，他们何尝不是一个核桃呢？就我们而言，他天天要在我们身边摩擦呀，和我们接触啊。摩擦的时候，记住了，不是魔鬼的魔啊。很多人修行人把身边不顺心的事儿，把它当成冤亲债主，这是错误的，这是摩擦的摩，天天在你身边磨呀，这是智慧吗？里边的人是智慧吗？看看，天天在你身边磨磨，让你感觉啥呀？恨怨恼怒烦都出来，磨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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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磨没有智慧呀。好好给，现在好好想一想，凡是在我们身边让我们不高兴的人，摩擦我们的人，不都是成就我们智慧之性、圣贤之性的大德吗？是不是？这种境界叫相。你如果计较了，在你身边表演的叫相，时刻表演的都叫相。你要计较了，叫着相，上当，上当了就抬出去，对不对？无论你咋表演，我就是认账，这就叫不着相。
如果能达到以德报怨，找好处，生出感恩的心，叫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啊。这就是我们胡主席说的和谐怎么来。他跟你生恨怨恼怒烦，他不和谐，你要跟他生恨怨恼怒烦也不和谐，你不跟他计较了，和谐了，你能找到他的好处，一起和他走上复兴中华民族的大道，您不就是中华好儿女了吗？所以修行的过程就是人生走向和谐的过程，每个人都能够内观自己，从自己做起，我们的祖国真的是兴旺发达，真是东方的龙腾起来了。哎，这回看看他们是谁。哎，咱们今天看鲜花，鲜花招啥？蜜蜂。孝父母的好比鲜花，不孝父母的好比大粪。我们看看吧，孝父母的人那边擦了他那个黑板，把那边那个是吧，孝父母的人不管谁来到这个世界，第一个角色当儿女，对自己父母孝和对父母不孝两种人生，孝父母的人鲜花一朵，不孝父母的人大粪一堆，是吧？看看不孝父母的人来的兄弟姐妹苍蝇级别的拿刀拿枪的，他的老师一定是收他兜里那俩钱的苍蝇级别的老师，他的同学打架斗殴的，他招来的领导吃喝嫖赌的，是不是？他交的朋友都是动物狐朋狗友，他找的对象都是啥苍蝇级别的，苍蝇生啥生蛆，所以他的孩子都是蛆那个级别的。哎，是不是？孝父母的人呢，他来的兄弟姐妹都是和乐的，他招来的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的，他教的同学积极要求上进的，他找来的领导都像王红旗似的。王红旗咋的？一直到今天是吧？看来你说吧，没钱呢拾了个亿资产，是吧？你说个不高呢1.8米，长得不太好呢像周润发。哎呀，一直到今天为止，各位亲人们，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跳舞不到任何娱乐场所，不到大酒店呐。是不是？我的想法是啥？这个当年尼克松写的一部书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写一部书，1999不战而胜，写了这本书，我看美国鬼子说啥呢，我就买了一本回去看，我一看看到其中一段，尼克松咋说的，要把和平演变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
第三代、第四代人身上。还有一句话，当传统文化在他的这两代人身上断根，就是和平演变的成功。当时我看完这本书，我爱人当时知道我就在第二页扉页上，尼克松的像的下边写上了这样一句话：尼克松，请你记住，只要中国还有一个王洪奇在，你就永远去做梦吧。是不是？哎，是吧？这么多年下来，哪是一个王洪奇啊，千千万万个、万万千千个比王洪奇做得好的人，都在挑起着民族的脊梁。是不是？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活动能得到北京市市委市政府能得到国家的认可，想一想，我们真的应该向我们的领导人们致敬。哎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说现在此时此刻，美国鬼子尼克松他们，你说不得在那个得流多少眼泪啊？哎，是吧？他交的朋友一定是志同道合的，他找的对象一定是蜜蜂级别的，蜜蜂产啥？产蜜。所以凡是弘扬传统文化的人，凡是热爱我们党热爱祖国的人，他生的那个孩子一定是给人民的生活带来甜蜜蜜的。多好玩儿啊！这回看看百孝篇里咋说的，一个孝字全家安，孝顺能生孝顺子，孝顺子弟必明显，诸事不顺因不孝。那么我们今天有一个观点必须说清楚，这是我们很多人误解的。看当儿女，他要不孝他父母啊，我们就把他指为罪人，其实这是不公平的。他不孝他父母，一定是他父母也不孝他爷爷他奶奶，也一定是他爷爷奶奶不孝他太爷太奶。这就叫啥呀？啥品种产啥品种，是不是？哎，在这里边有个规律我们得说一下子，看看他的父母不孝他爷爷奶奶，他就不孝他父母，他是给谁报仇呢？给他爷爷奶奶报仇呢？他的爷爷奶奶不孝他的太爷太奶，他的父母就不孝他的爷爷奶奶，他的父母给谁报仇呢？给他太爷太奶奶。哎呀妈呀，太可怕了，这不是人生最可怕的复仇的链条吗？看看，他
他自己这是一世一辈儿，父母这是一辈儿一世，他的爷爷奶奶又是一世三世，看看吧，看看吧，啊，这回看看三世因果咋演变的，看看啊，他的父母不孝他爷爷，他的父母所做的就是过一段时间他的父母所受的。看看，看看，你现在所做的就是未来你所受的，这就是三世因果。看看，如果他孝他父母呢？我们看一看，如果他孝他父母呢？黑板擦给我。如果他孝他父母呢？他孝他父母，一定是他父母孝他爷爷奶奶。他是给谁报恩呢？不是给他的父母报恩的吗？孝心的人家以报恩为链条，不孝心的人家以报仇为链条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，要把这个三世因果认识清楚，这非常重要。看着啊，这块讲完的，这块不讲完就白瞎了，你们听一半儿。看看，这有一个啥观念？当儿女如何对待自己的父母，就决定了你生啥样孩子，你是啥样的兄弟，就感召啥样的姐妹，你是啥样的姐妹，就感召啥样的兄弟，你是啥样的男人，就感召啥样的女人媳妇，你是啥样的女人，就感召啥样的丈夫，你是啥样的人，交啥样的朋友，你啥样的人，身边有啥样的友，是吧？你是啥样的人，上班感召啥样的领导，你是啥样的领导，感召啥样的下属。再一看吗，这是几个轮回？五个轮回。这不是孔老夫子的五轮的出处吗？是不是？看看，五轮生啥呀？生八德呀。看看八德有啥？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廉、耻。把那边黑板擦的啊，看看，看看巴德咋出来的。当儿女爱自己的父母，孝出来了，兄弟姐妹之间的爱，悌出来了，热爱党热爱祖国，忠出来了，热爱同志，信出来了，热爱朋友，义出来了，是吧？热爱国家，不坑那坑蒙拐骗，连出来了。《论语》里讲：“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。”父母之间和儿女的爱，又可以解读为师生之间的爱，理出来了，是不是啊？看看，还有一个，夫妇之间，男人对女人，一定要忠诚；妻子对丈夫，一定要忠贞，说白了就是彼此不去找情人，哎，是吧？是吧？不找情人就叫要脸，找情人呢叫不要脸，学了传统文化还找情人，臭不要脸，是吧？
哎，干什么？一定要保持道德的底线，支持啊！这回看看吗？看看吗？守好五伦，积好了八德，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啊，具足了。当我们把德积厚的时候，我们就有成就了，厚德载物，我们的儿孙就有好报了，叫德音子孙。看看啥叫厚德载物，有成就；啥叫德音子孙，儿孙有大的出息。儿孙有出息，不是你有多少钱，不是你有多大的势力，你的儿孙有出息，而是看你的钱和权是不是做积德的事儿。这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我们为啥要学传统文化？啊，不就是要守好五伦，积厚八德吗？积厚了八德，我们就有成就了，我们的儿孙就有好报了。谁不期待自己的人生有成就？谁不渴望自己的儿孙有好报？那好吧，你就好好的守好五伦吧。的这些角色，这些生活对象，是不是我们日常当中生活的这些对象？他是不是我们说的人民呢？的全部呢？那么我们今天所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不是为他们服务吗？不是为他们服务吗？所以2500年前孔老夫子说的五伦，和我们今天讲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致的。是不是？谁说传统文化过时了？我们现在学习圣贤文化，不就是在更好的落实我们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吗？是吧？今天呢，我爱人也来了，让他给咱们献一首歌。啊，这个他昨天是特意从长春来，因为我已经将近20天没回家了，是吧？哎，好，直接唱吧，歌唱祖国。尊敬的各位老师，尊敬的各位长辈，在座的亲人，下午好。非常高兴能来到北京，和在座的亲人相聚在一起。下面呢，我就为在座的亲人唱两首歌曲。首先，为天下最无私的母亲唱一首，祝愿天下的母亲幸福安康。喜欢的一首歌曲《烛光里的妈妈》，献给天下所有的母亲。妈妈，我想对你说，
Thank you.
我们迎来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，这叫天时。十八大两会明确的指示我们学好传统文化，弘扬传统文化。我们又生长在神州大地，这叫啥？这叫地利。表人身难得今已得，圣贤文化难闻今已闻，东方神州大地难生今已生。我们又渴望向上，是吧？人人都渴望和谐幸福的生活，真是叫天时地利人和。我们又迎来了一位英明的领袖习近平，是吧？看看，你看人家的这个名字也都应天时来的。习是啥呀？学习。学习啥呀？圣贤文化啊。近是啥呀？亲近。亲近谁呀？看看我们习主席，八不准，亲近人民群众。平是啥？公平太平。小鬼子不敢嘚瑟了吗？迎来啥呀？盛世。实现啥呀？中国梦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世界大。那么今天讲课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？叫我们一定要守好我们，是吧？积厚拉德，修正习性，化去秉性，圆满天性，让我们的爱无限的延伸，全心全意的为党、为祖国、为人民去奉献，学习圣贤文化，亲近人民群众，迎来太平盛世，实现中国梦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世界大同，紧跟我们的领袖习近平。伟大的祖国，伟大的人民，吉祥如意。谢谢。草原一眼看不完，喜马拉雅山风风相连到天边，鼓声和弦弦在这里见家园，风吹雨打中树立五千年，中华民族，中华民族经得起考验，只要黄河和长江的水不断，中华民族，中华民族，千秋万世直到永远。
草原，一眼看不完，喜马和莱雅山，风风相连到天边，鼓声和弦弦在这里建家园。